各位好，今天十一月二十二号，我是五月三人，吃了吗您得？其实今儿我摆这一溜儿应该说您喝了吗？这个，但是这些酒不是我想卖给您的啊，您不用担心，那个没有销售，没有销售。那是这样啊，就是说我要打算开一个个人的个人的那个会员频道，呃，打算有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内容呢是这个政治不正确的这些话。为什么要开这个频道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昨天啊我说了那个呃关于新疆的这事儿。 新疆这事儿呢，我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个人一些看法，但是跟您本身他自己，您说这些什么呃人权呢、啊、自由啊、呃发展呢、啊、这些东西，我都认可。但是呢，我自然而然自己有自己的看法，包括对这个呃新疆这边的人普遍的这个呃劳动的情况，包括这个对这个某些教的教义，我当然会有。 不舒服的地方，这个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那好多人过来就跟我这儿扯，你也没听明白我,我说什么，对吧？你跟我扯这干啥？你扯完了以后，我你说我你说的也不是没道理，我也不好删你，你也没有关注我，对不对？你也没有订阅我的那个频道，那我跟你扯着，我又得看着你那些就是四流不着，跟我跟我原来的评论完全不一样，就是说我的意思你也给扭曲了，那我干嘛？ 又一定跟你说这些东西呢？我呢就打算开一个，就是说特别政治不正确的东西呢，我打算放在这个我的会员频道里，就是说咱在那儿交流去，对吧？那交流，你你愿,你愿意，你愿意，你愿意骂我特别不正特特别政治不正确的时候，你愿意骂我，OK，没问题，好花钱，对吧？你花钱骂我，这我没什么可说的。你你老人家都花钱了，还不能让人，还能还不能让人嘴上痛快一句，是吧行？那这个这是一个。 第二个什么呢？第二，我打算做这个酒啊、古董啊这些东西的一些小节目。为什么呢？因为就我这东西我懂，懂一点儿啊，不多。您比如说吧，您看我这是我就是很少一部分收藏，这都不能算呃一部分了，就是得随便拿几瓶啊。但但是呢，有几个东西挺有意思。您比如说这瓶，我的这瓶这个，呃，我的这瓶工程下十二年雪梨桶的，那这个五百毫升的，这个市面上几乎你见不到，很少能见到。像什么响三十、山七二十五，这你这都不说了。 对吧？这像这，你像我倒更看重这俩。你比如说这个工程侠的十五年啊，于是的十五年，这种罕见的威士忌，这是我收藏的一部分。那这个呢，呃，聊了这个天儿，我觉得挺有意思，大家互相之间的交流，这个我觉得也好，也挺好玩的。还有比如说像古董这种东西吧，你看，比如说哎，你看像我像我收藏这种铁如意，这个就这就是个玩意儿吧，这也无所谓。那这种东西呢，就是我可能呢会跟大家聊聊。 它的这个前世今生来龙去脉，比如说怎么怎么去鉴定它，如何如何，然后呢，这个哦，为什么好玩，对吧？这就是说这些东西啊，就是我是我喜欢的东西。那这些东西我喜欢，但是呢，就是说我平时啊，就是经常会跟大家聊都是政治话题，但是我也希望呢，有一天聊一些，就是往下这三三个分类都是这个呃，怎么说呢？不是特正式的玩意儿，那。 第三，呃，这个第三个分类啊，是我做菜。为什么今儿你看这摆了一堆酒，对吧？摆了一堆酒，那这个为什么摆了瓶醋呢？这很、个、可能很多朋友认识这醋。我这种醋啊，就是这种意大利醋。这个呢，西呃，这个我实际上家里好几瓶。这个呢是最便宜的一瓶。为什么是拿这瓶呢？因为这个呀、啊，是我做糖醋带鱼的时候。 就是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心得，没有我不知道别人应该也做，但是呢，呃，这是我自己没听没通过别人自己自己觉出来的，自己发现的一个小心得。就是说，你比如说做糖醋带鱼，对吧？这个我放醋的时候，我用我就用这种醋，味道马上上一台阶儿。您比如说，就这道很普通的糖醋菜，糖醋带鱼这道菜，那你得把那个带鱼得煎到什么样的火候？ 然后呢，你再把油倒出去，然后你再调那个调汁儿、调碗汁儿，然后你再什么时间放这种醋？因为你放时间长，你放早了那就挥发了，就没有不好吃了。你然后你放这种醋放多少？咔往那一搁，味道马上就上一台阶儿。像这种东西呢，我是愿意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的。 这个这是其中一部分内容，这是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就是平时这个在京都生活呀，你很多地方就是包括它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嗯叫什么呃寺庙啊集市啊，包括它手座集市，就是因为日本很多手艺人，手艺人是干嘛呢？手艺人呢、啊，他这整个的是这个呃就是呃自己一点点这么手工做出来的，他有手作集市，每个每个月都有。然后呢，我打算有的时候呢。 拍一下给大家看看，这挺好玩的，呃，所以呢，我就打算做这会员频道。但是会员频道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本来想把这会，因为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可太多的价值可言啊。这个，我本来把打算把这会员频道、啊、设成那个就是免费的，但是我发现呢，这个 YouTube 这块呢，它没有免费这个选项。 只能收钱，然后我就找了一最低档的那个，他他给我设的啊，我这个、都不是我设的，他给我设的一个最低档的，我看他是五百九十日元，这个大概也得小五五美金了，这个其实是蛮贵的，我个人不太就是说我真真心讲不想收这份钱，您您看我视频，您已经是就是说给我带来不少的收入了。 这个收入虽然我不在乎，但是呢，我也其实很心怀感谢。但是可你说会员这事儿吧，我我也自己设定不了。但是我又想开，那只能够是这样。那拿了，如果您真是说真是闲的没事儿，这有这钱，您拿到了，对吧？您给我拿到了啊，我拿到了这钱了。那我保证几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这钱啊，我一我也不会去捐了它去。 您放心，我捐钱，另外有自己的收入，我不在乎这的这毛八分的。那我呢会继续买这些好的收藏的这个这个酒，或者是收藏的这些古董，到时候跟大家扯。然后呢，第二个呢是什么呢？第二个呢，多买好食材做菜，做完菜给大家发上来。第三个呢，出去多拍点视频，好玩的地儿、漂亮的地方给大家放上来。 然后实在不行花不了呢，那我到时候呢，有可能咱们就干个抽奖啥的，这就就把这个就给消耗掉，对吧？这个这这是这是我这么个想法，这个是我没办法的事儿啊，这个不由我能做主，可是呢，我又需要这个这么一个会会员频道。那为什么我就是说呀？我是说这个，就是说我一定要开着会员频道，其实两个原因。刚才我第一个原因说了，这个就是说呢，我有些话呀，确实是不想再当众说了。 您比如说，包括像有些呃，包括女权的问题啊，宗教的问题啊，然后甚至于包括一些生活上的这个问题。您比如说，如何去那个呃，就是赚钱呐、啊，或者是说，嗯，一些欺凌欺凌狗碎的这种东西。那这些东西呢，呃，搁在公共平台上啊，实在是不合适，对吧？这个也耽误很多人的时间。那 但是呢，我又想跟大家交流，对吧？那有些东西是我非常看重的，你比如说那个像这古董啊，一些酒啊，然后呢这些这个呃，包括这些政治不正确的东西，那我想跟大家交流。我呢，但是我又不想新作为频道，因为新作为频道，你又花要你要花巨量的精力，你去你去弄这些东西，你会你会很麻烦，对吧？你还要去那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手续啊什么的，又挂在上边儿，我就。 我犯不着，我这个一点一点鼠标到会员频道那儿了，您乐意看就看，不乐意看就算，就大概是这样。我也不打算说是特别扩散这事儿，是真的。您哪怕有一百个会员，我都愿意做这个，因为说实话，人能这辈子能交多少朋友，对不对？那您说这平时有一百个人那个对你感兴趣的东西，这个听你唠叨，这这很知足了，真的很知足了。所以说呀，这个是第一个事情，我就是说呢。 不想在外边说了，有些话题不想在外边说，比如新疆那个，新疆那个我，我想往西往深了再往下跟大家聊聊这个关于这个这个宗教什么这些事情，那我不在外边说了，为什么？因为你很多人听不懂，他首先就没有这个理解能力，对吧？第二个没有这个知识储备，因为宗教这东西我熟，那你要是跟我聊这个，我肯定能给你聊好，挺深的玩意儿。所以呢，是大概而言呢，我就想把这些东西都放在那里，这是我。 第一个原因刚才说过了，第二个原因呢是什么呢？是这样啊，就是说，可能可能很多人不太理解，就是呃，原本我在那个社交媒体上玩啊，从来都不是一个政治动物。那政治这些东西，政治实政啊，我是以这东西就是说在公共领域建立了自己这点小小的呃虚名，但是呢，我个人来讲，我不想成为一个政治动物，我更多的时候还是、啊。 是一个，就原来有一句，我有一句吹牛逼的话，叫我的工作是生活，这些东西跟我生活，这是我的生活。那个时政评论是不是我生活？是我生活一部分，但是它远不是我生活的全部，而且甚至于不占大部分。每天你说我天天的琢磨着这个，呃，各种各样的政治啊什么这些东西，有什么好玩的？不是。 我基本上而言，更多的时间呢，都是在享受自己的这个呃兴趣爱好，以及各种各样的这个美食美酒。这个呢，是我是我真正希望能够去那个呃跟大家交流的东西。所以呢，我不想让大家成觉得我操这他妈，我也想让这傻逼天天就他妈就是一个。 就是就知道会会那个聊这个政治，聊这个呃聊这些乱七八糟的，那没点儿没点儿生活，他就是就是以此为生。我真不是，我以我我的这些才是我能够今天呃活得比较舒服的原因啊，这个才是才是正常的。所以呢，这个我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那大致就是因因此。 呃，希望就是我不是说，就是一定说您要定定，呃成为我的会员或者怎么样，您愿意咱就交流，不愿意就吹，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儿。呃，我呢就是表明一下自己，因为新开频新开这个会员嘛，总得说两句呗，是吧？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呢，这个该说的说完了，您愿意就加入，不愿意就无所谓，反正呢够一定数了，我就我就开，好吧，我就把这个自己想说的东西传到那个会员频道上去。 OK，好，谢谢诸位。啊、呃，顺便说一句，那个，我即使我有可能会员抽奖，也最多拿三七十二啊，这些，呃，这个基本就不可能出现了。可能，呃，最多是拿出某一瓶来作为年度的什么的。如果说觉得还行。 可能会抽一下，但是其他的真的不行。比如说，我可能会拿这个于是十五年来抽一下，呃，一年抽这么一回，差不多就是最多是这样了。其他的时候，如果想临时的，就是订阅一多，对吧？觉得应该大家一回馈，那最多抽个山鸡十二啊，最多抽个山鸡十二。好，谢谢诸位。